广末凉子7日被日本周刊爆料出轨米其林一星厨师鸟羽周作，因为双方都各自有家庭，消息曝光后让日本民众不能接受。一开始周刊向广末凉子求证时，他激动否认，14日却突然改口，在 IG 上道歉并坦诚出轨，主因是周刊曝光了他的甜蜜偷情记录。被曝光的手写信上写着：“给世界上最重要，我最爱也最亲爱的周作，从今天开始，暂时我们距离上会有点远，会稍微分离，明明就是因为我的缘故，我的预定工作才这样，由我来说寂寞也是有点怪跟任性吧。”还很可爱的写了个哭字，语气非常撒娇，最后还说：“不过寂寞的人就是会寂寞嘛，不管理由跟状况是什么。”意外透露了在婚姻中的情况。而周作给广末凉子的信件中写着：“我真的很喜欢凉子，虽然具体来说还不知道要怎么做，但总之我想让你幸福，我想要跟你在一起。”凉子喜欢的东西颜色是全白，料理是炒牛肉，喜欢的类型是大谷，最喜欢的男人是大谷。大谷是广末凉子对鸟羽周作的昵称。为了证实该信件是两人所写，日本周刊还将此送去鉴定，证实了跟两人笔迹相似度极高。日本媒体还指出，其实鸟羽周作5月时就曾被周刊爆料，但当时证据不足，无法证实两人真的出轨。周作的友人透露，报道出来后，他曾向周遭人炫耀：“我跟广末之间的关系是别人无法理解的，在家里也藏得很好，鸟羽的太太对此完全不知情。”